我记得那是一个 MV 拍摄的工作，那主要的内容是带一点悲伤的，因为是要分开的戏。虽然拍摄的内容是比较难过的氛围，但是整个工作结束之后，自己很快乐，很享受，好像就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自己，我喜欢表演，我想当演员。对我来说，工作跟生活一样重要，所以生活中我也有许多梦想。我想去西瓜田切西瓜，西瓜对我来说就像希望。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，我绝对要去稻田里当一次稻草人。 HTC Design Y6 的 Bling Big 首页让我随时随地可以接收到各地最新的新闻，还有朋友最新的即时动态，让我不会错过每一个最新的精彩话题。我最喜欢白色， HTC Design Y6 的珍珠白闪闪发亮。白色对我来说，它就像是一张画纸，你可以加入任何的元素、色彩、创意。我生活中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帮我记下突如其来飘进来的灵感，就像记录每一个我的异想世界。HTC， 我捕捉创意快乐的放大镜。